全国到处在拆迁房子，到处在征收土地，这股民怨难道你没有考虑会逐渐的团结起来吗？居住正义在哪里？我们的政府打房政策竟然是打掉他们的房，救救我们啊，我们要居住哪里啊？拆迁户有一个人，好像有一天去上网，然后查资料，查一查就看到说，前阵子朱立伦怎么朱市长啦，他就做了一个好像怎么简报这样子，然后就说到说我们这边呢，预计11月底还12月初的话就要全部拆掉啊，然后明年的话1月就要整顿完毕这样子。那我们这样推估，他大概11月、12月就来拆了，现在是已经7月了，那7月你都还没有跟我们正式沟通，才说7月底应该是全部拆掉，因为他要整个做都市的，他说叫都市计划，那全部要拆，要整顿以后做成什么曼哈顿区这样子，曼哈顿什么什么台北市曼哈顿区这样的概念这样。但是你们那边主要是做道路，我们家是会被拆成是道路用地啦。那因为他原本说5米，然后后来不知道又怎么样，程序又跟我们讲说10米。但是我们听到的是说，根本他没有走正常的程序，他根本就是说，也没有请交通局来评估或什么，直接就说啊，那我们要扩宽这样。所以政府跟你们沟通或是说明都没有？没有，见到一面都没有。所以刚有一次来，我们有跟那个官员讲啦，我说你们好像行政程序没有走完，买中华日报这种台南报，我们新北市怎么看得到？然后他就说，然后我们有人比较懂这个，有去查资料，懂这个法律的人，然后就是跟他讲说你这样是违法的哦，然后他就回给我们说，哦，我不懂法律，你们如果有意见去找监察院申告，就这样告诉我们。我们只听到依法行政，法在哪里？行政没有疏失，除了这两句话还有别的台词吗？他们说那个通知是报纸登出来是五股往北街，没有通知我们这一边，我们这一边的人全部都不知道。所以等到那个陈小姐她发现，我们陈伟发现说我们房子要被拆了，我们什么时候都没有房子住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报纸卖到那个台南那边才有啊，那我们这边根本都没有资讯啊。对啊，等到我们成立的时候，他说你们为时已晚了，他有公布啊，公司没有人知道啊。所以我们不，而且你补贴的那个太离谱了啦，跟市价公布啊差不多，只有1/3而已啊。而且你看那个4线道现在拓展到6线道，没有必要嘛。而且里面我们树龙洞里面也有4线道哦，那根本就没有几个车子啊，那为什么还要拓宽呢？真的会有所思吗？而且政府说他没有经费，没有经费，对不对？好，大家现在所看到的照片都是一些很破旧的，然后请你们旋转一下，因为可能前后左右的照片会不一样。对，慢慢转。好，那你们会发现到有些的房子是已经是断垣残壁了，就是因为在20几年以前，我们的布置被那个时候也是因为有拆过一次房子了，所以有些房子只剩下一半，接下来剩下的一半，过了20多年之后，我们要再度面临再拆迁的一个厄运。我们家之前是被拆成一半，一个正方形拆成三角形，当时连楼梯都没有。那我们之后还要再扒第二层皮的时候，我们要去住哪里？那我们人民呢，可能就变成流浪居民，那我们的猫、我们的狗就是变成流浪猫跟流浪狗。所以我要呼吁总统，请领养我的猫咪吧。你既然有马小九，就不差有一个叫马小猫，好不好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这个都拆掉了，他全部给我们拆掉了，我们整排都要给我们拆呀、啊。我们的政府，我们的台北市、新北市有这么多的马路在塞车，但是呢，我们的政府竟然有钱去拓宽一条从来不塞车的马路，而且征收民房，这个是多么严重的事情。